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在 YouTube 上直播是用于游戏和直播的工具与服务，借助适用于 YouTube 直播的第三方工具和服务，您可以让自己的直播更具吸引力和互动性。注意，由于下面所列的产品均非 Google Inc. 出品，也并非由其提供担保，因此请务必对这些产品进行全面评估，以找出最适合您或贵公司的产品、游戏和直播工具。工具说明： Discord， 使用 Discord 的这款新型语音和文字聊天应用提升您的社区的体验，这款应用音质清晰，支持多个服务器和频道，适用于移动应用，还有更多优点待您挖掘。建立 Discord， 您可以允许会员使用专有语音和文字服务器。 GameWiz 为 YouTube 用户提供了订阅工具，以便他们吸引观众并从中获利。IFTTT.com IFTT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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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FTTT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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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FTTT IFTTT IFTTT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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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FTTTTT IFTTT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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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FT
可将不同的应用、服务和设备连接起来。屏幕聊天信息功能现在可以与 IFTTT 搭配使用了。创作者们可以添加有趣的互动方式，让观看者在使用屏幕聊天信息时享受更多乐趣。详细了解 IFTTT 和超级留言 Infinithing 可让您直接通过网络浏览器进行直播，您只需使用自己的 Google 账号登录并添加想分享的内容，然后选择 Go Live 即可。您无需进行复杂的设置，便可让直播品质更上一层楼。告别码率和复杂的编码器设置带来的烦恼。 Nightbot 是一种聊天机器人，可让您利用管理功能和新功能自动进行直播聊天。 Dreamerment 是一款为直播者提供的万能工具包，它包含以下功能：直播叠加层、图片包、聊天漫游器，有助于更好的与观众互动，资助系统，以及在直播结束后向您的收件箱发送相关报告。该工具包的支持团队会帮助您设置直播，并充分利用他们的工具 DreamLab。 您可以使用这款工具在直播屏幕上显示屏幕的弹出式通知，感谢和回馈您忠实的观看者。此外，您还可以通过它以多种付款方式接受捐款，管理捐款目标，为场景添加标签等等。 Split Broadcaster 和 Gamercaster， 借助 Split Gamercaster， 您只需轻轻一点即可轻松直播并录制最精彩的游戏瞬间。它简单易用，是您与全世界分享游戏内容时的完美选择。更多资源，如果您在选择像 YouTube 流式传输内容所使用的编码软件时需要帮助，请查看我们的经过直播认证的设备和软件列表。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 YouTube Live API 文档详细了解如何创建自己的直播工具。